你那时候从早起车，心里受到伤。啊，唔是啊，我就只是惊讲你出意外，所以赶紧甲你的车载来尔。我听阮哥讲过咧，你之前因为开伤紧，所以出过意外，你家己拢袂记啊，啊较细腻的。原来是安尼啊，误会啊，歹势。你听我讲哦，我知影你是因为大军啊，拄则讲遐话。 你受到伤害，唔才走来遮停车。也唔过，你连迄种简单事情也免了，你也知影无？你是恁爸妈唯一的希望啊，所以你也较尽早，知影无？金玉，原来你伫遐，我找你找一久的。嗯，你唔是甲罗家峰办离婚，甲拢办好啊？ 有啦，拢办好势啊。只是，志祥，我知影，罗家峰做查甫人的，就要较甘愿的，讲要放手就放较规气，免安尼白放放，甲正宇哥哥弟，若是黄生啊，会看你袂起的。吴信贤，你莫别讲话啦。 拄则阮有拄着杜君阿迄只臭虫，因为讲做者歹听话，伊刺激罗家峰，所以我烦恼伊，今日出代志啊，我毋则对来遮家关心者。敢真正有遮尔简单？景玉啊，罗家峰就是想要利用你即款冷心的态度，想要继续甲你来往。若无伊拄则，想做要牵你的手，伊就是无希望甲你切断关系。 我都讲真正唔是安尼嘛，我是来关心伊，而且伊嘛无为难我，你袂用去对人讲的遮尔歹听啦。我，静玉，你无需要为着我，故甲吴新贤去冲突啦。你永远爱会记的，虽然咱即马已经唔是阿母的关系啊，啊，不过永远拢是你的票房港。你若受到任何的委屈，随时来找我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挺你到底。 你唔嘛，代志是绝对无可能发生的。我一定甲静宇惜命命，袂予伊受到一点仔委屈。离婚手续也办好势，家己把红纸登来出一张。 爸爸想要真心甲伊说一下多谢。你小等有闲无？敢会当对我当伊一撮？阮爸讲想要当面甲你说多谢。静玉啊，有啥物好说多谢的啦？你拢袂记伊是啥啊？伊帮你自愿嘛是应该啊。拄则阮爸简讯的已经讲甲遐尔清楚，你敢无听着？ 我是想要找啊，我是关心。好啦，你紧去啊，要好也是等收补。安尼就好啊，那恁阮先等啊。罗家峰，即届我就是莫甲你计较，我的信誉嘛无一定会受去恁的代志。而且佫有万朝元支持我，信誉也是属于我的。我才是会当予信誉未来的人。恁爸是会到啥讲话啊？ 杜光亮来接办刁万创啥？哦，原来佫是因为杜君啊！伊一定是为着廖孟思去用退婚的代志，找阮爸入的啦。拄啊好，我佮你家己生气的，即马竟然佮你送上门来。哼，有一寡笑哦，我伫要听阮爸滴的时阵，好啊，家己算个清楚，行。姐，我看卖啊，我袂希望你佮杜光亮咱个工作袂清啊。
也不过伊都是安尼糟蹋人诶，阿妈不好清楚，你是我的人好不好？今嘛哦，咱去甲阮爸赞声，顺续要甲电甲取消取消，行啦。万当诶，卖看袂起一只小小的毒菌啊！毒菌啊，活着的时阵，巴肚内有足侪物件，足营养。我毒菌啊，今仔日日子同我过甲遮尔凉爽，头一个来感谢万当的你。我考袂到，该当作万应公来拜，拜一个有求必应。只是我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？你要这么威风无禁欲啊？敢讲你袂记啊？你即马头壳会安尼空空，就是因为五年前你叫人去弄伊甲罗家峰做成的。毒菌啊！不要这么气噗噗啊，毕竟这件大事会惊动到任何人都无好，要保守秘密是足艰苦的。你敢知影这件大事郁伫个我的心肝内郁这么久，郁到我身体是足无爽快，我足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件大事拢讲出来，啊，不过偏偏我的身躯边阁无一款知心的好朋友。无安尼啦，我来找一个头壳空空的，该讲这件代志。迄个头壳空空的哦，较单纯，较袂死过伊讲，哈。李哥，你敢有听到杜君啊？是咧甲阮爸讲啥？阮爸看起来敢足无欢喜的呢。我哪会唔敢？唔知影你的宝贝客查某囝，若是知影这件代志了，你敢会继续留伫你的身躯边啊？你真正要打我的底线？真正要打你的底线？安尼代表我即马也要打着你的底线。好啊，那安尼我就继续探看卖，看你的底线伫倒位。我说你疯了！清瑶，大红领来啊！爸，你原谅我。那有什么话哦？等出来再叫讲。我要找一个臭头算账。臭头棍啊！无奈无是送来阮家，搁安尼提起我名要创啊？我咧是为着，伊当然嘛是为着要蒙子来啦。杜家，你家个职工廖蒙子哦，比你较有资格做不家的媳妇，爸唔才该 keep 面。你爱食饱先用心嘛，啥物仔亲像大家同款，死去找人打。爸，阮杜家都拄着伊啊啦，而且哦，伊共人罗家峰骗收，甲无一块掉呢，啊，唔爱提价，借看嘛家己啥物款哈。想袂到 keep 面，你竟然甲万东会闹到安尼哦。啊，是讲万海金融的势力足大个呢，啊，接下来咱的日子是毋是足歹过啊？哼，万条万是真厉害，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恁客卖我，嘛毋是食菜个。若互恁卖袂爽，我同款无你予伊好食睏。客卖，你的意思是讲你已经想到办法，要安怎应付万东个？安尼唔就是无报啊！惊啥货啊？伊要出啥妙波，我拢知知啦。我已经叫赖达哦，去找几个较敖的拍手来做我的保镖啊。对啦，这几天哦，我会出去佚佗几天啊。啊，会馆交我你照顾哈。客妹，你放心啦，会馆我一定帮你顾好势。啊，你只要避起来就好啊，有偌远我就避偌远。啊，你爱保重嘞。恁爸甲你讲我是出去佚佗，倒一支耳孔听到我甲你讲我是走一味啊！啊，你遐尼欢喜是要创啊？好啦，
你是出去佚佗啦，啊，我就想讲哦，趁这个机会，我会使好好表现啊。对啦，表现好势啊！这个赖大树创啥？叫伊敬一个人敬遐久，还是久得数了？我来看麦。客妹，我陪你去啊。人声，但听讲你准备要去劈风头，啊，唔敢知有甲你查着，啊，若无，拢唔知影要去对，甲你即个毒棍啊，握出头拍打咧。陈条案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当我无注意的时阵用这款傲步。刘大，你给我放开，咱两个来定高机啊！这敢确定？你会赢我？就算我无法度赢你，我死了了，你地府我嘛袂加阎罗王告，告你是害我冤枉死的。想伤多啊！阎罗王甲你阴公，你唔是冤枉死的，你是甲你找死。来，送伊上楼。放心啦，我做代志吼，一向拢是快很准。这，袂让你痛苦伤久啦。